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不能邀请？哦，要打吗？你们先邀一邀再说。你们有工会？加我吧。你有工会？需要我加吗？加啊加。加什么？队友。工会应该是工会这支吧。来，我在这边很久了。哎，好的。喂，跳走跳。喂，不要跳走，快打。嗯，还跳？你不会玩 IP 了？玩 IP 了。哇，你玩 IP 超好上手。IP 的精髓。被打晕呀 ，Win， 你会玩？对。学会啊。很愤怒的业障。玩 IP 吗？啊，你这是第一次玩 IP 吗？真的啦，这已经是三 S 级别的 IP。第一次玩 IP 跟玩一千次 IP 差不多。厉害，这是三 S 级别的 IP。不。
屁，根本不会放招，我那个招都不知道怎么放。还有什么放？其实你们长得一样。你那个招我根本有的看不太出来，到底是哪个是哪个？没差，你只要会晕，会晕就好，会晕就好了。对，你就是一个神控场。啊，我被围了。你也跳了。Nice， 再记。哎，被抓到。那个不要，那个。呀、yeah ，啊？无限混乱在那个叫什么？最后准备要超技的那个时候再用，大家都在准备要超技那个时候再用。哦。啊卡，有中没？没关系，卡到人就可以。不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啊，我挂了。你好，再见。太帅了！赞！你真的第一次玩？看你会不会晕哦，好晕，太神了，看你真的第一次玩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，没有，他就那几招就很好用啊那这晕头多好用啊，拜托这么晚自然爆我不会用，真的没关系。有一招什么防御姿态吗？那不知道怎么用。防御姿态就是按下去，你只按一下的话，就是直接红霸，然后开两边的炮，印子很大很强。然后你被打的时候，正面按着，一直按着，它就会一直防御，然后很快就会倒。可以拿来抓的那招，可以拿来抓。哦，哥，哇，可恶，这是飞机。我来救你了。你可以用那个，你还少一个东西，那个叫什么？践踏。践踏很神。践踏太神了。晕！哇、哦，太神！赞哦，太神，太神，太神！拜拜。那假设用用我又可以晕了，就可以放眼镜，看又可以晕了。上上上！等一下等一下 ，IP 那个啊，等一下，你让我先 VC。那、啊、靠呗。哦不！真的，真的啊！我靠！我靠！我哦，真的是哦，哦，很专业的。
Oh god, mistake! 好好死。哦赞！哦，开始掉了。哎，刚刚那个剑塔有点猛。好，拜拜了。两只好不好吧，好帅。IP 那张红太多吗？150哦，还200。IP 的150而已耶。不知道 IP 多强，干超强。那熟一点应该就真的很扯，就很扯，真的很强。一只脚快，马尔济斯，马尔济，马尔济斯，丢。哦哦，跳不起来。啊，发财了！晕！哦，来了！啊，上次没有中。赞！再来！打！打 VC 不要晕后面的那几下，因为 VC 有抗晕啊，后面那几下晕着两秒。好痛哦！哦不，跑跑跑，爽啊！那他怎么会在里面放呢？挽救你了！哇，这什么神救人？哇塞！哇，这个角色丢！哇！跟去吧 ！Rock， 哦，我被烧了！哦，嘿嘿嘿，哇，他没了！啊啊！完了。赞，爱神呢？哇，这个怒涛！
有点难做事啊。IP 移动就跳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啊，跳走。哦，跟衣服完全的移动完全不一样。冲跳差很强。哦，好，有。冲跳差，然后马上下阵地 Z。然后我那时候我练，我感觉一直在慢慢。很好用。只有然后前差 Z 会回来，可是不要继续按。马上左右，然后 Z。但是猴太扯了。啊，这个哇！害怕啊！What the fuck？对，这样。然后可以放这个，他追加伤害，还抽别人啊。你可以试试看这一塔，蓝霸很久。哦。Thank you.
感霹雳的烂信徒。哎，蓝霸是要怎么发炮啊？按叉，按叉哦。研究的，哼，有什么可以研究？突击风攻击，这样不错。狂乱轰炸，我觉得很强。我没有练，我没有用那种。被打，我不能断。我格子不够。很痛，一下要痛掉。炸鸡肉酱面、四川炸酱面，干饿了啦！晚上看到这种 ID 是正确的吗？这种 ID 可以晚上不要出来。当对吗？啊？看对面 ID 晚上出来这种 ID 当对吗？好当啊！接下来全部都 ID。起来都这么烂贱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对的。Hello。哎，我追。再见。原本山，原本是座山。有。有这里放上面下来可以吗？没关系，下面吗？对啊，上面放，下面也有。太神了！哈哈哈哈，笑你！下来哦。
会中诶、欸。我好像不能碰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知道我手掌，我手掌。你要这么猥琐的烂线？你们一起在用手机网络玩艾尔是不是啊？天哪！拜拜喽，阿斯。爽啦！还在痛哎，阿贝，阿贝我，跳，十，高，啥脚？呵呵呵。我刚才，我的喉被断招。怎样？没有，我反正活下去就赢了，没有赢。还有人自己一出光，然后就杀人。突破极限，你是我的眼，你灵转的，真的，你转的软死了，只为 access 的灵转，是，这样。跳。有放置到看看啊，被断了。所以灵转的装备很好。哦，死掉了。
来。加二，哎，难打。结果好像打起来怪怪的，有点掰卡掰卡的。
打得好烂。你会讲话，你直接。讲话，你直接。不好玩。哎，我还是乖乖在那边吼就好了。你让队长加他，这有工会一样的。超技能，有超技能你就多要玩。操！喂喂！啊，被打！救命哦！啊！飞机。
哦，你要晕的时候举手好不好？等下不要打，耶、yeah. 各种好，录音一下我觉得一下就上去了，没差啊，这样应该一下就上去。我才接手加五的这一支，一个小时而已就已经加30趴了。决定了。要不要去练一支啊？现在城的装备那么便宜。有装备。默默强大，他从以前都没有烂过。三个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个很强、啊，他们都太夸张了。嘣嘣嘣！又烂线。嘣嘣嘣！压制。
后肢好痛哦，我觉得。啊？后肢好痛。后肢很痛。因为炮子在一个伤，在一个那个速度外面，一个距离外面，它会有穿透，然后再爆掉。超级痛，打的我看到头晕。这个画面吗？不懂。啊。来吃！这种艾拉就是只会叉叉叉的顶端，第一呢，完蛋了，我要用红的，快点给他大声，我，看他怎么一直用这个弄我、啊。IP LP AIP 才对。
看赤焰之剑加风加刷真的很帅，一个闪就过去了，真的很帅，很快，很喜欢这个。气死你说
跳。我在跳。伤害。拜拜。靠呗。你怎么还没死？哦，啊！哎，不要，他在那里等你，不要回来。没有，我们要回去。阿干，沙小。干差第三枪，他再遇到就完蛋了。
我刚被乱住，不然他就被一闪。陈的压到好，压不到也奇怪，为什么？陈的力上那个判定很低，上力超就完全没有判定。冲跳上叉下力，这个才好用。我想换一只 ，DH 好闷，我想好闷。我操，他有地贴。地贴好啊！哇，他没有点哎。什么都没点呢、欸？这是啥？哇，太神了！好爽啊！太神了！我跟他讲，白云就给你玩的。哇，我没有 rank 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有加十啊？哦，对，这只加十。哇靠，拿加十去打没有 rank 的，笑死！啊，九九。九九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有白白，我靠，他有比技，那么加十，加十，好爽！靠，可是他的笔记都，哦，他笔记都是旧的，都是很烂的。哦哦，没关系，你有戒指。他笔记都是很旧的那一种。好，他拿 NK， 他有魔法项链，而且他用超越界加飞渊的，太炫了！要求我，谢谢。让打是会出人命吧？真的会出人命，真的。啊，来先说，刷刷刷刷打，刷刷打，要求拿蜘蛛刷刷刷 ，OP， 出人命，出人命。等下，等下，我再点。给你啊。他没有笔记，我想你不要怎么玩。嗯，有水。没有，好了，玩月光斩。超神月光斩，就这样。看一下他的数据，嘿，
哦哦哦，这个哦，好笑的，为什么没有攻击我？在弱势战时候是超强的话，魔法音乐下头，还有攻速装，怎么都没有攻速装？搞啥、啊？怎么全部都是增减？怎么都没有攻速？没有命中，没有攻速啊！那我怎么玩？命中算什么？可是没有攻速啊！攻速啊！攻速只有 15.35。我看我杀风 17.35。哎，有点 18.35。好了，18应该够了。好了，18，应该是够了。你是队长啊？我按。好。而且他是魔法项链，我靠！对啊，掉板的。不要去。太长了。没有认可。这已经不是虐赛了，这已经是新世界。可是对面，你看一下对面。对啊，对面也没有人。菜。啊。干嘛？我要觉醒啊！加币吧。他们降等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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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动。对，打他放一招。哇！一剑整个炸掉。别过来！哦。这个被打放招狗，阿神呐！靠背，跳！攻速跟跑速太低了，跑不顺。我爱 IP。
好痛哦。应该被烧死吧，拜拜。要求哦，外面。天哪！看他死神还打成这样，干工作好低哦。前对面其实死神打的，好可怜。工资好低啊、哦。就牺牲一点增长吧，不能全身都是增减，牺牲一点增减吧。需要神速吗？要。要不要？要。好。好。奇怪，要神速。让你坐一下。还有几个？应该要两个。好。等一下有人要打一场城霸吗？城霸？没有来不及打。为什么打城霸？因为今天还没打。算什么？
我有觉醒啊。谢惠顾，快报快叫啊，快点大声啊，你们在讲什么？没有，我刚才要吼他，我这样子 啊没关系，你今天吼我比较快，不好意思。我很抱歉，太快了。不过好看看那个什么 IP 那个吼的范围看多了，其实自己也会抓那个范围。基本上就是一个萤幕啊，差不多。因为你就看别人这样黄，把自己用萤幕在那个胶带在萤幕贴个圈圈。觉得加十绝对差不多，只是加九地狱而已。还没有，还有，差一点，不用血差一样，还好。我觉得我应该不用用战胜痛苦者，我刚刚都没有再被打，我要装风速不要的，我要直接秒杀人。管他的，这样增伤8000应该够了。我应该是被打放招吧？你这是有那个吗？我没有，那一只没有，那一只没有，没洗，没有打到。好，这次的数值有点差，神奇耶！都是对战的，你要转对战的。攻速超高啊！攻速超高，一定要的 ，IP 的攻速一定要的。现在说我想耍脑一点，我把全身的神速全部吸成真点。被打放招大大。对，如果你真的要脑的话，就这样。被打放招吧，就是我。加不到赛啊，他怎么动啊？嗯，
跳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这个有时候会一下动作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？哎、欸。大家可以帮我吼吗？好啊，帮我吼的时候，那个就先不要打，我要集月光斩慢慢看。再吼吧，看你，我打一下。好烦哦！来，打放刀我来喽！北齐有戳我干嘛？那个戳才一点点而已，给他戳。跳！哎 ，control 王来了。教你飞鸢怎么样变成可以空中吧，空中用引花，这样就可以空中放。嘟嘟嘟，再见。哦。搭配引花，你就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空中用飞鸢。觉得很猛，空中飞鸢真的很猛。月光斩没有用啊，干，超没用的好不好？算了，继续没关系，我要再体验一下。你要再吼吗？对，我觉得我可以飞鸢抓完之后，然后你帮我吼，然后我下来直接集月光。集到满应该很痛，而且可以续接。哇、哦，我上烂线怎么多？同一只，嗯，脚本捞分，不能让他们打到180。我有两个放射器，还在干嘛？按错了。我没有火，我没有火，没关系。What？ 阿仔啊！这时候火才对。
给我把他带走。哎 ，nice。都跟好了。哎，为什么有时候他都没有反应呢？可以好吗？可以好吗？可以好，可是我快没血了，换火了，你知道会死。现在好吗 ？Go go go！ 三呐。干啥？嘿，不行，没关系，我没骑死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奇怪，那个什么防御姿态，有时候炮放不出来。你没有子弹。哦，干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他 V 跳好慢哦，你太快了。前的 V 跳比较快，那我全都会跳走了。哇，对了，空中炮弹，哇 ，Yeah！好痛，你来拽啊！下来呀，下来呀，让我吼你们啊！带下去我直接吼了，快了快了，左转是我的，左边左边左边，断魔冲过来，干被秒，好痛啊！哎，我复活我自己可以 carry 一套，干断魔断魔断魔，哦，这里会痛，应该没了。哎、欸，你被什么打死？不知道，流血吗？没有吧？哪有流血？那个断骨不知道，断干断骨也会死。那个会去。哇，刚早点断，然后起来红就赢。我到了，看到比数的时候已经。哦，我想要我到了，你知道我到了就是飞渊加超级。哎，死光了吧！无限混乱，没有人活。反正放无限混乱也不错。对啊，好送我，我睡啊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发有点鸟，哎，道具，阿洛。哈喽。把他们全部打出来，不然我会死。我来救你。Fuck you！ 哇，好帅啊！好帅啊！太帅了！
自己女儿。哎，我看到手掌了。No。一个喉咙。啊干！Fuck！中很重。巴沙好了，你等超级好了，帮你哄。可是我超级很少，超级没地方。我比较想玩月光仔，可是你哄就死了。真的啊，你那个血量哄就死了。想玩月光仔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嗨，下来 ，Hello。再见，太帅！还有，一个空降骑兵的概念。OK。空降月光斩真的蛮好玩的。谁没按到？欸，我50%了欸。好，刷了。而且加五还没有加笔记，他有笔记的话会更好玩，更猛。哇，死神砍错哥。SOS， 好痛，好痛。好痛 ！What？ 干这个降等下来了，你看他有逼宫。什么？哎，你掉了。因为有坚定的意志。谢谢。好。太红，二红。降等的降下也是要死的，懂吗？干屁呀，阿小！救命！这是一个吼的概念。打我啊！咬我啊！快飞他！我没有飞。
七里面行，拿去对面吃到底。哎，那为什么还活着？耶，拜拜，拜拜。醉了，没有。哎，我有火了，我有火了，我有火了。干啥？我有火鸟啦。等一下。好喽。再见。拜拜。降等也是要死，懂？降等也是要死哦。哇，好可怕哦！一直追我哎，哇，我就好会跑，追不到。拜拜。这张地图你要跟我玩，你们太可爱了。你要在这张地图跟我比跑狗？想太多了。那也是我家后院。他们想爽爽虐，结果被虐爽爽。哦，我们是垃圾职业团。IP 跟 SD 可以打全部。哦，哎，觉醒哥，这是我。再见。辛苦各位啊，辛苦啦，收工啦，哎，电，嘣，嘣，啊，是啥？撞死你！再见。啊，看他们全部抓我！收工啊！加油！哦，被吹散了。那么痒的吹散怕屁哦？用它。哇，神招，神技来了！啊靠，我也被晕了，没有了。瓶子送魔给我。哇，霸体！哇，大波霸体！看，飞飞。哎，嗨 ，Nut， 以为这样我就不能接？哎 ，Hello， 给你，耶，洋洋，就你死，啊，哇，这个电脑太强了，高贵不凡，这个电脑，高贵不凡，神奇电脑大大，真以后，这就是真以后的意思，不要太惊慌，不要太惊慌。好短，哇好，好，我有三觉醒了，我玩电人了，嘣，哈哈，痛操，我玩电人了，皮卡丘，哦，哦，我想到你会吼，我要玩月光斩 ending。哦，哎，打到了！你有没有想玩月光斩 ending？ 很想玩月光斩。哇，月光斩好帅！快，那个晕人机随传随到，晕完就跑。月光斩真的很帅，一个集气，然后一个砍，你知道吗？超猛。那就跟那个一样啊，啊彗星啊，彗星斩，然后彗星斩可以击啊，彗星斩很帅，很帅可是没有用，那彗星哪有那么帅？亮羽的笔记耶，我真的来玩亮羽。混沌帝王。
干！又杀孙怒哥。好好好，我干！空降一哥 ，Hello， 嘿，你这个不是老痛啊？开火喽！哎、欸，我好会跑、啊，操！病太久了吧？我是霸体王啊！但没有用。觉醒，觉醒！哦，哦，哦，他们。我来救你了！哇，这个黑眼，一个一闪，然后就走了，快走！我、哦、靠、啊，他闪，拜拜！他没有啊，下七千，差小。哇，这个黑眼真的是很强，这个黑眼基本功都好差哦。哎、欸，干嘛？晕！哎、欸，干！然后我还帮你吃，靠，好痛、哦！吉摩，这种加油！大声了，大声了！哦、大声！还等他来？太大声了！嘿嘿嘿。也太大了，一个 solo 哎、欸，这么帅啊！全部人都在看你、欸，然后这还不能断哎、欸，超靠背。对啊，为什么不能断？超神。因为晕啊，太沉了、啊。因为晕眩啊，然后他后面接的东西就只有践踏，然后一敲一下而已，哎、欸，断不到好不好？跑不到，还没跑到一百、欸。好大声！我的 HP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项链是什么？你看 YIP 那个项链有点猛，看一下，好干啊！魔法项链有没有有点猛？太猛了吧！你有没有觉得魔超级多？没有啊，比较好用，比较好集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按着红，然后开始按着，然后它不是每次会多损一些 MP， 然后来吼第二、第三次吗？可是我觉得你每150就可以按着了，因为打有打到了的话，它的魔够它继续喊。我可以那个子弹，然后炮击，然后打打打就变火。对啊，所以魔好像那样，没办法，魔超多。我那只 CPS 也有，超多。因为我魔法现在是以前 IP 很强的时候，那个拆地板来用。哦。哎、欸，很拆、欸，超级拆、欸。就是轰轰轰就满。对、啊。哇、哦，好多 CPS， 龙骑，啊！现在是那个混沌帝王，哎、欸，有人有死神了，中邪了，我有 control 啦，吉摩喽，交给我来，嘣、哦，大牛怎么动？不好意思啊，吉摩、啊，嘣、哦，我们已经要打完了，还吉摩。哎、欸，我跳起来！我跳起来了！哎、欸，没事，打我了！靠！那我吼就对了！啊哇！我刚被断！啊，闪光光，闪加加！啊，闪加加！啊，闪加加！
你想要的。对。What？ 冲哦，冲冲！46还打？但我好大只哦！哦不，我的 S1 快让我倒，我超大只！干，我被断了，操！白痴哦，那个不能一按，跳！太乱了啦，两只 CPS 这样子一拿跑掉。好，稍微。该怎么办呢？拜拜。哎，啊！跑过来了。没看到我直接跑掉了。哦。原来上不来。小心呢。拜拜！哇，有点帅，这个有点帅。这个真的有点帅。哎、欸，我最后一场了，这一场完我就有 rank 了。我确实 SS。没有吧？我们有输啊。应该是 A 或 S 吧。看看完就知道了、哦、又是降等死神哥，射死你死神哥。哎、欸、不要啊不要啊，这样他摩根提醒很多、啊、对吧。放死了、哦、为什么要这里直接进去？对啊，赛季，快跑！嘿，对哦，搓，吸，干，干，好痛！太久了。跳，跳哪里啊？跳出去，跳出去。这里跳不好用。我、oh、干，好贱哦！不想死啊！你等于我不想死。靠没？很多，怎么两只？大小？怎么有两只？快跑！哇，闪！快！好好看！轰！好，盖的真好。对。哦，好玩哦！恶魔。嗯，这个是。
靠，不死了。跳下去，跳下去。没有啊，红心要死。哎，怎么没有？哎，你跳下去，但、还有一发，还有一发，快跳！我跳了，我活了，我赖神呢。我被抓抓了，干！干！我在这边吼得很惨。看谁要这么帅、欸，跳下去躲两发。跳下去会赢啊，跳下去不会死啊。跳下去躲两发超技耶，好屌、哦！跳下去快！我刚才没有去卡到另外一发。哦，我 A， 太棒了，又往下拉了，而且快 S， 可是我是快 S， 我八十四点七，才一分呢。末日终结，那、这根本不会痛。末日终结会好不好？秒杀，可是他其实是啊，我放这根本没有不会痛，超烂。因为我身上不高啊。OK， 就看到人家魔力很满，快点过来放。我知道魔力量很高。我才刚来、欸，为什么打你啊？干，操你妹！不开心。我在干嘛？啊，有飞盘！啊，有飞盘！哎、欸，啊，我要靠背了。Hello，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来吃，就哎，三万七耶，三万七耶，月光闪三万七耶，好痛！啊，这里，我推进去 ，Hello。他快死了，他快被月光伞打死了，太好笑了。你就要扣过来哦，不，快走！啊！刚刚那个真的太好笑了，差点被月光伞秒了。不要每张也行。
是我被断了。闭嘴哦，我 L。哦，又是那一只比我痛很多的机械，而且还是穿越。